开心。我想念这间药炖排骨已经很久，托俊凯的，我终于知道了。他们两个吃到哪儿啊？怎么一抬头人就不见？刚还在那啊。对啊，跑去哪儿了？呼叫俊凯，呼叫俊凯，听到请回答 ，over。黄俊凯，听到请回答 ，over。俊凯都没有回答我，那怎么办？那不都怪你，说好吃一碗，偏偏你又点两碗，现在人不见了怎么办？谁知道他们两个会吃那么快啊？倒是你，你自己还不是没看好？搞不好他是故意甩掉我们的。那我们也只能放牛吃草了。耶、yeah, ，终于可以大吃特吃了。牛迁到夜市还是牛？吃的好开心，好满足哦！跟你说啊，今天就先吃到这，放你一马。吴贝贝，再继续乱想，他一定说我无脑。想什么？昨天晚上的那个什么那个，就是那个就只是俊凯求爱大作战的其中一个环节，所以总之。不要想太多，因为我们昨天太投入了，所以我们就自动进入到了一个模拟约会的模式中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昨天那个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然后你不要误会，我不会喜欢你。你不要自作多情好不好？我是会因为一个吻就想太多的人吗？我又不是没什么经验的小女生。我就知道
又来了。什么又来了？就跟高中一样啊，亲了我又不承认。明明就是你先亲我的，还突然翻脸，莫名其妙。反正昨天的那个吻就跟高中的一模一样，毫无意义。就算我们亲100次，我都不会爱上你。很好，我们达成共识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你会有什么浪漫小剧场啊。我们之间绝对不可能。这句话应该由我嘴里说出来。如果演算法没有错，俊凯跟于之心这么合，表示我跟佩佩也真的那么速配。李宇轩，什么事？啊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用一个宇轩计划测一下我跟君的速配指数，是不是也是高达99.9%？据网络上没有什么资料，就算有，也不具真实性吧，没办法。你那么聪明，一定有办法的吧？跟你讲，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说，你跟 G 的速配指数是零。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吧？都帮我算一下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哎。嗯，充足的睡眠对我很重要，就跟阳光、空气、水一样。准备要睡觉了。帮我关一下灯啊！喂，林宇轩，小气鬼！林宇轩，林宇轩，林宇轩，不要再靠近我！我没有靠近你啊！你在说梦话？